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这王者荣耀国际版的赵云啊，又出了一款新皮肤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就是国际版的赵云的那个原皮状况啊，状态啊。国际版的赵云是拿着两把枪啊，王者荣耀中的赵云是拿一把枪。这边是他的，应该是他的288皮肤吧，像是啊，勇者级的皮肤，就是换了个颜色啊。然后头他总是头总是歪歪的啊，那这个是也不知道是怎么会设置出这种南瓜头的这个赵云来啊。拿的武器是两把伞。小丑啊，就我们来看这个新皮肤啊，就有点像地狱火的皮肤啊。我们看看啊，地狱系列的，这就是它的赵云的地狱系列的啊，也是红色的。所以我们来看特效啊，其实它这个感觉有点像，就像这赛季奖励皮肤一样，王者荣耀赛季奖励皮肤一样，最技能都是红色的嘛，对吧？这是它的赵云普攻，然后这是赵云的一技能啊，赵云技能往前穿插，然后赵云的二技能乱枪捅啊，是吧？来再看一下赵云的大招，这个特效的大招还是挺不错的啊，就是一下子下去，然后有那个地岩是吧？然后接着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官方啊推荐的那个宣传帖啊，然后本期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这款游戏叫做《传说对决》。